俄罗斯艺术家 Serge 的作品，艺术家热爱金属蕊，作品也带有浓浓重金属味道。银版摄影法利用水银蒸汽对曝光的银盐涂面进行显影作用的方法，用这种方法拍摄出的照片具有银纹细腻，色调均匀，不易褪色，复制困难，影像左右相反等，所以作品相当具有立体感。